起来糊涂糊涂吧，在家躺一天了。你不想动，床上多舒服呀！你这躺一天，你腰不难受啊？快点起来，快快！那我也不想动。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在床上也能拉伸的动作？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带来几种在床上也可以拉伸的动作。平躺在床上，将一条腿吸起弯曲，膝盖尽量贴近床，上身保持不变，也可适当向反方向平稳反拉，自然呼吸，停约10至15秒。换另一侧，动作可放松拉伸我们的腰部骶髂，缓解腰部酸痛。平趴在床上，双手放置身体两侧，撑起上身，背部肌肉放松，可根据自身受力不同适当调节撑起上身前手的前后位置。躺在床边，肩胛以上悬空，缓缓将手放下，贴向地面，可将双手并在一起，拉伸力度更大。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两点：一，时间无需太长，起到拉伸效果即可；二，上身不宜探出的太多，当心会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在床上的拉伸动作，对于忙了一天家务或者不想下床的朋友们来说，这些动作可以让你躺在床上就能拉伸。接下来呢，我再给大家带来几种站立拉伸动作。嗯？哎，你不是不想下床吗？啊，我觉得你应该需要我的帮助，所以我就主动下来了。